首歌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，我想到了很多跟高中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弹吉他的回忆，我觉得很快乐很幸福，希望可以把这份情感传染给大家，谢谢。等一下，先坐一下。那个，我想要先宣传一下活动，所以把他的灯关起来一下，谢谢。我要是很直白的说，原因不行，我可以出卖我自己，不可以出卖别人。好啦，那个先请参赛者稍候一下，要先宣传那个晚上的那个大吉杯成年礼。今天应该下午之后人都会越来越多了吧，所以晚上要记得这个活动，因为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好。